饭都是的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来吃微笑的鱼，这一间很漂亮的店，微笑的鱼。这一间很特别哦，它是专门卖松饼的。我们点了两个，一个是松饼，吃的会很饱哦，最好在很热的时候来吃。对，而且彤彤一开始还觉得说松饼只能吃甜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松饼也没有咸的。我们点了一个松饼，薯饼欧姆蛋套餐，套餐吸管跟一个熏鸡，等等还好吗？看我的吸管超长。Hello。看我吸管超长。东东在开动，在踢了。吸管超长的，小在这吧。看我的吸管超长。好，我们点了两个，一个薯饼。我帮你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剪，吃完再剪。薯饼欧姆蛋套餐140，跟一个熏鸡翅，加红豆鲜奶油，就是它的松饼是可以一个圆圆的嘛，可以切两半，一半做一。甜的一般做咸的也可以这样子配，然后它的套餐还附两杯饮料，这个是牛芋头牛奶，里面真的有很多芋头哎，而且它的这个杯子也都是他们自己店的杯子。你今天微笑了吗？我们上次已经吃过一次了，这里也有问，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吃。今天微笑了吗？对，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吃，我们觉得很不错。我先剪一下那个皮，好喝吗？这样子总共210元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次吃觉得非常的喜欢，就决定再来吃一次，然后顺便分享给大家。这间好像是连锁的，很多地方都有。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不是有去吃这个？对啊，我们之前在那个靠近哪里？内坜。内坜那边有，也有吃过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红茶。红茶牛奶跟奶茶。嗯。芋头的我也喝喝看。芋头有芋头吗？有吃到芋头吗？有，都可以。嗯，它好浓稠的芋头哦。每一种都有。每一种都有。要微笑才能喝。而且今天要微笑，你今天有微笑才能喝。而且这间店平常每天人都好多，今天是我们看过人最少一次，运气很好。每次来都是。大排长龙，在外面这个担架上面都坐满了人。这边有个担架。我要躺在上面，被拍到过。你要去吗？还没来，可以去玩一下，要吗？我跟你去玩。我去外面给你看。还没来。来了就先吃啊。你好像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没有啊？你只是在这边而已啊。啊，有人要外在这边坐，那不行了。有人要坐了，有人要坐了，那是给外带坐的位置。外带要等的话，就坐外面。彤彤每一次经过那间店，都会坐在那个椅子上。不是，我不是坐，我是躺着。然后呢，趴在那边感觉不动，然后要被抬走，要送医院的。对啊，这间店到处都有，充满了巧思。你看每一个桌上都摆这个，然后植物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它植物不一样，那边仙人掌，那边是这个。偶尔吃一点这种特殊的也蛮好的。你好饿。哎呀，应该换人弄我们了吧？我们是，他已经叫他不要提了，120，122了，该轮到我们了。你看，123，我们是123，122是外带的，走了。我们这个应该就快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现在才要开始做。应该是同，他应该是同时做很多份，因为我跟他那边的那个松饼的机器，他是他。来了吗？这个薯饼，这是薯饼，它是熏鸡跟我们。好，谢谢。哇哦，点心，好漂亮。这头是一个红豆，这头是一个红豆。我们有三个咸的，一个甜的。我们先吃。我先帮彤彤铺个卫生纸。铺两张。泡米。啊，你要拿一个薯饼。你先拿一个。好，你自己可以撕开这个铝箔纸吗？我帮你撕。还要不要吃？我帮你服务。它其实很贴心，你就是这样子直接撕开了，你要吃多少就撕多少。啊，这样没关系，只要卫生纸当然是可以吃的。太大了，吃太大了，再包回去。
好，来，很好吃哦。我再多吃一张卫生纸啊，卫生纸这个比较小张，我多三张。嗯，那、啊、你可以挂回来啊，可以再挂回来。为什么呢？来、啊、换妈妈。吃熏鸡的。你吃熏鸡的，我吃薯饼的、啊。好吃吗？你都我已经帮你拆好了。吃这个的缺点就是可能会有点小狼狈，吃的小狼狈。来，那吃完再洗手就好了。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外国人。外国人，对，外国人的小孩。我们说旁边有一个小妹妹是外国人，金头发的，金头发的。我们这附近很多外国人的小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有很多外国人的员工，所以他们的小朋友也在这边念书吧。我们这边不是从美语学院吗？有很多外国的老师啊。来吃咯。彤彤吃的是薯饼对不对？那我先开这个红豆的，也把它拍下来。我不能先吃吗？它点心呢？好，那我拍打开来拍一下，好不好？看看它里面的样子，满满的红豆。这边年轻的学生，武林高中的学生很多。吃对不对？你嘴巴张很大，那你不讲浪费？因为会就掉啊，然后手会弄得脏脏的。我觉得对我来说的浪费是嘴巴张不大，嘴巴也会脏脏，就擦擦手，然后去洗一洗。然后嘴巴张很大，女生吃的话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感觉变，会有点形象。如果不形象的话，可能嘴巴会张太大了，是吧？我想到我第一次跟我老婆去约会，就带她去吃了狗堡，嘴巴张很大。有吗？不是我。好，这段不算。我们第一次约会没有吃热狗。你吃薯条了？有吃热狗，在淡水鱼的码头有啦，有啦。那吃什么？糯米肠。鱼的码头有买热狗，买一个热狗，不是堡，那时候买热狗，有。这时候不能输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时候不能输，你记错了。你看这个歌来的，什么歌？这首歌是什么？要教你放假，就是很容易挖洞给自己跳。这歌来的这个时候。好了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到门口，彤彤再表演一下担架，没有人的。担架？你说表演？表演一下上担架。我们这是第一次点，我们上一次点的是那个奶酥的花生酱，花生酱香版嘛。哦，还蛮多的。满满的都是料，看，彤彤也要看。上担架了，要抬去急救了。把雨伞别忘了。对呀、啊，小宝宝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，从这边走吧。嗯，还蛮好吃的，好吃吗？你们觉得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吃松饼的话，可以尝试看看。应该是蛮多地方都有连锁的店。就这样咯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我们拜拜。